指挥到上面去判了半年啊。环中国边境自驾游，我们行驶在内蒙古北部与蒙古国接壤的331国道上，行程是从东乌旗出发前往阿尔山，路途中都是成片的大草原，看了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啊。不过这一路都是这番风景，还是有点单调。风景看够了，331国道烂路的颠簸就成了主旋律了。看，我们现在在331上面，看一下我们离边境到底有多近了。缩小一下，看到没？这条红色的线就是我们国家跟蒙古国之间的边境。看，我们现在已经就在边境上面跑了。其实现在331这一段真的非常难走，路况很不好，开起来真的很难受，也比较伤车。不过呢，现在这一条路呢也是在修了，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这里平行的有一条土路在这里，现在还在修路的过程中间，相信以后331会修得非常好了吧，真正能够匹配上一条国道的标准。哇，走完这个便道，上面好像是一段修得非常好的一段柏油路哦，这是不是一个福报呢？哎呦，慢点哦。不要太激动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哇塞，柏油路啊，还比较新呢！哇哇哇哇哇哇！前方道路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真假的？不会吧？哇，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好舒服啊。嗯，哎，有路牌了，331的路牌了，5449啊，这一节修好了。嗯，现在我们在距离阿尔山还有145公里的地方，就踏上了好路了。是国境线啊，我看到的是这种铁丝网，哎，就是我们之前在边境上通常看到的这种国境线都是用这样铁丝网围起来的。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是国境线吗？不是。不是啊，哦，对面还是内蒙古。那嘎别去，那嘎是就是重点。哦，那是重点。你要如果上去呢，头3个月前吧，一个人上去了，开车从。让我们看路的拦路的给指挥到上面去判了半年啊，重点哦，直接通往阿尔山的，现在不让过哦，那里也可以通往阿尔山啊。你现在上哪去啊？你要阿尔山，你就从这个道直走。嗯，我那啊，好的，走就行了。好，谢谢啊。哦，这不是国境线。哎呀，停个车，你说干嘛呢？这地方实在是没有可以上厕所的地方。哎呀，哎，你这么大身板都可以被吹动了。它这个，你打开它那个，受力面积太大了。好了，哎呀，搭好了。No, 根本就搭不住啊。等一下，换一个方向。好好，给你换一个方向。哎呦呦呦，哎呦，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米小亚的屁股。Later。哎呦，上完厕所了。好大的风！平常浪哥轻而易举就可以把它捏起来。本身轻轻的按就行了，它就是精密的东西，不需要你用力按。好了，收起来了。
哇，渐渐的两边现在开始有树了，不只是草原了。接着往里边走，阿尔山呢，它有名的就是它的森林公园。这么拦起来我们怎么走啊？你看现在是这个情况，看一下现在，哎，有一个人，问一下前面有一个人。现在我们距离阿尔山就只有75公里了。你好，我去阿尔山怎么走啊？暂时走不了，前面是铺路了。暂时走不了，那多长时间能走啊？11点多，晚上11点。嗯嗯，那我有别的路选择吗？没有别的路选择，就这一条道。就这一条道啊？嗯。铺到11点呢，我天哪！和我们之前在格聂碰到的情况一样，前面在铺路。他说11点。晚上11点。对呀、啊。而且没有别的路选。只能在这里等啊。对啊，没有别的路啊。5:40，现在才对，6点钟都不到，等5个小时，这是怎么神操作啊？这真的是。好，现在又来了3台车，也过不去。他说昨天晚上11:30才放行。看一下，我手机是没有信号的。他们说过了前面那一扇铁门，移动就有信号了。我得去试一试，我看有这么神奇的事儿吗？好，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有信号了！哇塞！我把我的冲锋衣都已经穿上了，我也穿上外套了。晚上开始冷了。刚刚在外面这么走了一下，穿单衣还是特别冷。嗯。我们现在因为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按照他这边工作人员说，昨天11:30放行的这个时间点呢，今天也找不到哪儿去。还有5个小时。对，我们就先到这边，前面有个村庄，嗯，应该是有饭有信号的地方。对，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吧，在那个地方。对，大概也就2-3公里吧，还好有个村庄，我的天，不然这边又没信号，又没吃的，你要等到11点钟，现在又是晚饭时间，晚饭都没吃。是啊。哎呀。啊，刚刚那个碰到那个大哥啊、哦，2点钟就来了，还好是房车，房车遇到这种情况就那个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但是你再好的优越性，你抵不过没信号啊。哎呀，人家就是看看书也可以嘛，房车里舒服嘛，感觉没有饭店的样子。哦，有一个商店。好了，在村里。看到一家饭店，进去看有啥吃的呀。有菜单吗？哦，今天这里没有，只有今天没有信号，坐在这里看电视，感觉在别人家做客一样。这是他们的价格，普通的炒菜还行，其他的这边有点贵啊。好了，我们点的菜上了，我们已经吃了。那一个蒜苔炒肉，不太找得到肉，然后西红柿炒鸡蛋，嗯，就这个口味呢，作为我们湖南人来讲的话，真心觉得是不下饭。可能他们吃的比较习惯吧。不习惯这边的炒菜。对，我怎么吃就觉得，就吃不到很过瘾的感觉。对，差了点味儿。你又说不出来差什么味儿。这个应该干煸，先过油然后再干煸。哎，我好想吃你做的菜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45了，我们还在等。前面呢乌漆麻黑的，有点点红灯，已经大概这边有10几辆车在这等着吧。等着已经看了2部电影，现在已经没事干了，就录
狗，撸豆豆。好了，现在终于可以动了。现在是晚上的11:45。哇，前面的车都动了。开闸啦，放行啦。山收费站，哇，现在已经是晚上的凌晨的1点了，现在我们就直奔酒店了。进来以后发现这个小镇里面全是这种小洞的别墅啊，不过什么都看不见，现在